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白，今天我要来玩 Raped。在我眼前的呢，是一位智障，来请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智。我是石头。嗨，石头。哎、欸，你这样，你这个角色，你知道吗？看起来像女生。你也是女生啊？你有捏捏吗？你好像只有 A 吧？好吧，有点小，我们还是投胎重生，看可以再换一个大一点的好了。等下我钩子坏掉，我钩子坏掉，你拔不回。哎、欸，你钩子卡蛋哎、欸。哦，可以。好了，那这个游戏基本上是我们第一次玩，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很蠢的地方。我是不知道啦，我都记得我看人家玩都这样玩啊。要勾、哦、要勾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蛮难的。哎，鲨鱼，哦。钓鲨鱼，钓鱼，钓到什么鱼？它被鲨鱼咬哎、欸！啊，死了没？我都在你面前，你说我死了没？哎！啊，真是可惜。赶快钓点木头啦，好像木头比较重要。对啊，可是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海有够脏的，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？好、哦，哎、欸，你会合成吗？其实我对这个游戏完全不熟。我也不熟。我第一次玩，按 I 好像可以合成啊！你明就知道在那边装逼，没有，这大多游戏都是按 I 哈。哦，真的、哦？那我按 B 哎、欸，那、啊、就没有按 B 了，你就要装逼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被你说对，你真的很会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技术这么好，这个板子怎么可能不想来？过来，乖。哎、欸，按 I 是不是？哦，有了，那我可以做什么？他说我可以做一个石洞 X， 是那个石质的斧头。还有钓鱼竿诶、欸，可是好有点难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勾。我来勾一个，这个是什么鬼？吸管吗？太粗了吧！屁啊，吸管！反正就多勾一点啊，现在材料还太少。等一下勾，那材料少了。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在这里、啊，我完全没有过。我们有看到一个岛哎、欸，真的有个岛哎、欸。所以我们现在游过去那个岛是吗？不对，我们被吃掉啊！哎呦，你看 double kill， 我一次勾了两个，你会吗？不会啊，没看到啊。看，哦，这个不是我在说，这个真的有够脏，而且这样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边勾这个，你可以做什么了吗？我还没有勾什么，我不知道能做。角色怎么喝水？你刚泡进水里，角色有没有喝水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怕我跳到水里，我可能就没有画面了。游戏没有画面，跳啊！现在看一下可以合成什么？可以合成吃的了吗？有点饿。我做出一个杯子、哦，还有什么可以做啊？哎呀，简易的烤架需要碎片，初级厚木板素。哎、欸，然后 ，OK， 我做出了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喝干净水的东西。我做了、欸，在你后面。你很烦欸，现在叫怎么办？现在叫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再做一个啊。哎、欸，现在就可以用了吗？可以。他怎么？他有成功进去吗？还是我可以盖两个？可以。哦哦。我来，这个我来。好。干嘛？哦，有 feel 有 feel， 可以 feel 回来。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怎么把它点燃了？啊，白痴，我要喝下去。啊？怎么把它点燃？就是放木材，然后你放那个海水进去。什么？就是你用空杯，然后装海水放进去就好了。啊，它怎么没有烧起来？蛋！哦，是这样。什么蛋呐、啊？没有，我掉下去。哎、欸，钩子有耐久哎、欸。对啊，勾子很耐久啊，所以我们要像勾那桶子的东西，勾桶子，有了，看这个有什么？哦，它是随机给一大堆啦。对。你有看到绳子吗？我们要先做那个，不然我们觉得我们等下到时候没有地方站。找绳子。来用来扣进。厚木板跟绳，对，需要绳子。等一下，我快，小物品库。
啊，有了，有绳子，绳子用叶子做。我觉得我快死掉了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没有，我在你后，我在旁边，因为我现在因为没有喝到水，然后我就快渴死。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哎，多掉点叶子啊，叶子很缺叶子。你为什么没有水可以喝？我这边有水啊，还是你喝掉了？没有，我现在喝掉了，我刚才又装，赶快装个新水，然后把它装。这样蛮方便的，其实。好，赶快装，勾叶子，勾叶子，叶子很缺，叶子是做绳子的材料。啊，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去玩钓鱼达人，我觉得我你快挂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在钓不到东西。哦，你很废，会不会钓鱼？啊、我先做钓鱼竿。我这在淡定。怎么打他？怎么打他？不知道。我们只剩两颗了，石头。我们这一局要重生了吗？我觉得我们快 GG 了。我觉得我们这局要重，我们真的要重玩。第一批直接嗝屁。二话不说，还有一个建筑什么建筑锤吧，他说用来放置木板的，所以我们要先用做绳子，然后还有木板厚木板四个，对、啊，还有绳子两个，做一个锤子出来，才能盖那个扩建地基，好，不然被咬掉。OK， 那你先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我来勾叶子，我要做那个，哎、欸，我要渴死了，你快点，快喝水，不是。太难喝了啊！太难喝了，好暗哦。对，我的角色完全不喝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好像是真的太难喝了。有煮过吗？没有，没煮，直接喝。哎、欸，好黑哦，石头，好可怕哦。我也有，我看不到我自己。你本来就黑的。可以喝水了没？没有，那先等它煮好，煮好会跑到这边，然后你再用杯子装那个干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可以重开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看到月光，我已经看到我们唯一最后的生命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我们会重玩很多遍。对，我们会重玩很多遍，所以我们可能 EP dead， EP two dead， EP three dead， EP 是 dead， 闭嘴 dead， 一样照 dead， 一直 dead， 然后 ending， 永远的无限循环。你看我这钩。一个抛出去、那个，什么都没有。是啊。哎，他说：“你说杯子好了，那我要怎么领取我的水？”哎，对准他。哦，有一耶，石头拜拜，提早 dead。哦，现在鲨鱼差点咬过来。我怎么？为什么这个角色不勾鲨鱼啊？鲨鱼不是很营养吗？吃鲨鱼长大啊。演可以演个少年拍。我们可以重来了 ，EP 1拜拜。拜拜不是，重点是我现在钩子坏了，只剩你的了。你长好，你好黑哦。走开，你打住我叶子。怎样？你想怎样？我是你的救世主哎、欸！救你妈逼！我才不信什么救世主。哎、欸，奇怪，那哎叶子我没有木头了。哎、欸，中人叶装什么？装。中的你还有木头吗？我已经没有了，我现在是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的废物。快点啦！像我现在没办法做什么，只好来干扰你。哎、欸，看我啦 ！Look at me！ 哎、欸，你现在很懒哦、喔。我现在可以把你踢下去，你好爱你。你踢呀！怎样啊？杨梅头！怎样？你怎样是怎样？我们现在两个人站这里看我现在整个是不理你的哦、喔。怎样？你以为你胸部大就了不起啊？看我！啊看我！我叫你看我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有差别，屁股那么小。你可以下去。你什么都很小。这是一个人的生存。快一点啦！我快死掉了啦！哦，你到底在干嘛啦？那个，哦，没屁用啦！哦，给我钩子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可以自己做钩子。我可以自己做钩子啦，不需要你。那我要帮你做干嘛？我浪费我木叉、啊。我可以自己做钩子。我赶快啦！你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我们的家变大，快点。对
对啊，这是你的任务。哈、欸、那个水瓶我要多勾一点来啊。哎，怎么只勾到一个？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洗碗巾？哇，现在是怎样？大家都不爱大自然，乱丢垃圾，丢到可以让你活下来，真的是还蛮屌的。可以，这样你不觉得好像几乎是把 Seven 的所有东西全部都丢到大海里的吗？为什么不能过个奋起湖便当给我啊？你吃了便当，你也是过了一天，还是吃完便当还是掉，还活着是不是？怎样？现在要抢这个是不是？哎，够屁哦！哎，我没有石头哎、欸，我也没有啊，所以嘞，我也没有石头啊，所以嘞。哎、欸，我们要船可以做船家啊！我要会想办法做船家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办法放置木头、哦，因为你没有建筑锤啊。没有啦，我是说我要煮水啦。哦，有了吧？有水了吧？哎、欸，我现在食物很低，我觉得我快要那个了，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哦，是刚才有满已经装满了水，然后没有人喝啦。你在讲什么啦？哎、欸，有一个水桶要走掉了啦！是酒桶啊？哦，酒桶啊！木桶可以喝水了没啊？这水很慢呢、欸，太阳都出来，我们居然活下来了！对，我们撑过一天。哇，好美哦！你看日出。哦，什么？拜托你这个角色可不可以再吃哪一点力气？丢远一点，未来就在你身边，就像女朋友一样。哦，白痴，牛米死了！希望我们可以重，真的可以重来了哈。好啦，我们这一集还是重来好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一直在瞎忙，完全不知道这游戏在玩什么啊！结果到后来我们还是重玩了。对啊，没办法啊！去自杀！我要看你被鲨鱼咬！我要看你被鲨鱼咬！快点来个 happy ending。你怎么可以在水里面喝东西了？拜拜。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？ 哇！你被攻击了，我看到了！哇哦！哎，不对，你游泳的速度比这个船还快。真的？真的？你要去哪？哦，我比鲨鱼快吗？你要去哪？我要去那个船，你们看那个船。我现在好饿哦！不管了，我们 EP2 再重来一次吧。好了，那我们的影片差不多在这里告一段结束啦。那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点个喜欢。想知道最新影片系列，记得点下你订阅键旁边铃铛哦。OK， 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木头再见啦，拜拜。那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刚刚没按到录影键、欸。等一下，啊？来，你要录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去检查一下。